出两组的男女配进行亲密滚水球 PK 赛，亲密其他人压住获胜的组合跟压住正确的对手。亲密滚水球是多亲密？对啊，就是女生不能用手跟脚，然后将水球从男生的脖子滚移到男生的肚脐眼，算一颗，一分钟内完成较多颗的获胜。那人选呢？我们分挑荧幕情侣好了，本土剧的张镇浩跟哦 ，OK， 哦，那可以，那跟我们没关系 ，OK， 那没有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不行，我们洁身自爱，在这个演艺圈二十几年，对，荧幕前鞋子绝对不来这套的，不来这个，哎，是，荧幕下也没有，不接，第一组是偶像剧的许明璐跟黄天蓝，哦，是谁啊？我压小韩这一组，所以我只能站着，我不能动。你如果有办法用你的这个地方帮助他的话，你可以啊。不是你要动什么？你可以你要动什么？对，你可以你想动什么嘛？你先跟我说。你要怎么动？你懂？因为我在想说，对啊，我也帮不了什么忙，那我也压小韩那一组。啊！既然你都这样讲了，那我就压笑岸那一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两个都压一样。我们压一样。我要你们这组，哎呦，我是没什么事。阿雄跟 Kiki， 凯西，我想压强哥。哦，要两票。然后我想压强哥这组。哎呦，来，人生阅历最多的钟平哥，我平均一点。三三，对，三三，各三个。好 ，OK， 哦，好来，好，一分钟哈，听哨音，预备。哦，不错，我小韩，对，小韩，没败，一颗，再一颗，再一颗，哇，不错，好，这样，好，来，哇，哎，他们这个好，对，哦，还有身体，不会尴尬是最好，对，有没有到？到了没？不会尴尬是最好，对，有没有到？到了没？两颗，碎了，两颗，哎，他们两个真是不错，真的，哎，要不是因为拍戏，他们俩还真像是情侣。哎，这游戏真的回家可以玩哎。对，我们然后我们要把终点再设定。我们不是，我们帮忙得很好。对，钟平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？哎，我这可以在家里玩。派克任务嘛，这个应该蛮好玩的。这男生，这男生也很厉害，男生也蛮厉害的。快点，他快一分钟哎，快一分钟而已。小韩，快点，啊，小韩对。对，哎呦，小韩不错，小韩抓到重点哦，好，再快，最后八七，快点。冲一颗，冲一颗，哦，有了，好，有，哎呦，好累，有了，刚那颗有到，那六颗，六颗，我在旁边看，感觉孝安比较卖力，对，而且孝安一定的，球夹好了 ，OK， 好，没有孝安不错，孝安，对，哦，男生腰力很壮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泡蛙虾的这个情侣，好不好？会不会有好的成绩？就会。停哨音预备。你们那是在坐电梯哦？他就是真的放着而已。他只是放着而已啊。那这样，哇塞，你手都一路撸下来耶。这女生根本就没在干嘛，人家明明是女生。哎，阿雄，你的动作真的很不知羞耻哎，不知羞耻哎。哇塞，你们拼命，太肮脏了啦！男生不行，男生不能动。对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弄就弄，不是你，他是站着瞧，你的在那边这样，好难看哦，好难看。不是嘿，让他动，你动的话，向后面看很奇怪。但刚才最后一个就一个人一直在那里上下，那个画面很奇怪。这29秒，还那么久哦。好，他赢了啦，听哨音预备。他还是要出 Happy A 啊！不要出声音了，干嘛还要出声音啊？我一次玩多颗，
多一点。超过了啦！哎，我发现 Kiki 笑归笑，但他是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动作，他就是反正就紧紧的贴住就对。好了，你们超多颗了，不用算了。好了，恭喜有压蓝队的获胜。